那省俩子儿，非得骑个自行车，我怎么弄得我到处都是身上？南琪啊，别扯，不给老爷过生日了。那我给你扫干净了。不是，趁趁他还早，赶紧再找个电话去买个去，买水去冲一下。啊！这我要做完拎回去，谁不夸我一句大孝子啊？爸爸，嗯，这蛋糕好啊，这做的跟个球似的。对啊，这咋做的这玩意儿啊？我可没碰啊！我也没碰啊！不是，汽车蛋糕经常会炸。好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有脸吃的？洗个手，准备做蛋糕。这刘儿做蛋糕的，你喝了。蛋糕店牛奶挺鲜，你尝尝。真假的？没味儿，不好喝。哎，我家狗盆怎么在这？我说不好喝吧。我觉得还行。一只手扶着托盘，一只手挤奶油就好了。明白了，简单。真学会了。张元熙，你这蛋糕做的妙啊！这是我再点缀一下不行了？这下更妙了！多老能喜欢吗？那指定喜欢！快走吧，大小子！那你等我打包。这你老爷不得夸死你！